哦，超可爱！又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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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，注意注意你们的新婆，她叫做南加莫，她是道馆馆主，不要再是男的了，拜托。这位要是再是男的，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、啊。完了，哎、欸，他真的有点可爱、欸，哎，哇，他头上是两个小瓷怪，各位，这个如果是男的，只能出柜了。我跟你们讲，八代的女角我都没有一个觉得有这么正的。他算 VT 吗？他是道馆馆主、欸，哎，他是实际见得到的人，他不是软体，他是真实存在的。OK， 注意，注意你们的态度跟发言。他说他的搭档会从肚子发电，是新宝可梦吧？哎，那个法式会动哎，有表情哎，好可爱哦！我跟你们讲，珠子已经确定是神作了。What？ 今天就这样？没有吧？今天就这样？哦哇，三分钟啊！你们直接被瑞克咬啦！干，可是好香哦。所以猫咧，猫会不会站？哇干，这个比挤牙膏还要牙膏欸，这过分了吧，就一个人欸，靠背，可是他真的好正。你们知道这个 PV 的重点是什么吗？这重点就是宝可梦在跟你们表示我们认真要出女角的时候，你们没人打得赢我们。珠子确定是神作了，今天就这样，光这样我就可以说他是神作了。重点就是超香啊，他现在做成这样就表示他们也在说自己是有能力推出 VT 的，很鬼，这很扯欸，这只很扯欸。以后再有人说什么珠子人物没有什么正妹角色啊，不喜欢尼莫什么的，我一律丢这只出来。欸靠，他眼睛有星星啊，他跟大家都长得他妈不一样啊，妈的超香欸，这个有全图我都会想收了耶，我终于懂有推角的感觉了耶。中文版上了，好，我们去看中文版哦，哈哈哈哈，各位朋友猜猜他是谁？等一下我一定要去留言，是我婆哦，字幕。各位看官准备好了吗？奇数的奇数奇数直播时间到。我不知道草猫站起来没有啦，但我的海地鼠是站起来了。很想跟宝可梦一起去野餐呢，但我有点小有名气对吧，很难实现这愿望。欸，他有大头阵啊，他有大头阵啊，等一下他有大头阵啊。哦，你看你看他，欸，他想要让频道爆红啊，欸，要慢慢经营啊，不要急，别急啊，下次直播，所以他还会再出场一次，欸，这个行销真的是没话说。看，我觉得这中配很屌，这个中配超屌欸，等一下我们先给他那个77777一把，我看到中配的希望了，无敌了，真的，他们还要想出一套口音给他欸。欸很棒欸，他那个错了也是，你说不不不是写错了，不讲错了，我觉得这也是很不错的，这好屌喔，这他妈天才欸，干完了，他们现在出这个，然后第一波正常的珠子游戏没有给你这套衣服跟发型，然后在 DLC 2、3才推出，你会不会买？我会买，虽然我一定是玩男角，我是不玩女角的，但看这很屌啊，中文配音这次表现很好欸，这个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上下线差这么多，干，我真的觉得两个上下线差的有点太多了，好夸张欸，哦，一个要像 Discovery， 搞不好他是模仿 Discovery， 说不定哈库西提亮光室，总之我们定居亮光室了，大家我们都在亮光室见面吧。我感觉在游戏里面会看到他真正的性格，感觉是一个很骄傲自大的人，因为他在这里面藏了几个梗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自己小有名气，然后又想要爆红。这个不要版本限定吧，如果这个角色版本限定会有人揍人哦，因为现在才公布有这个角色，我觉得会出事欸，很多人已经订游戏了，有些人可能已经订猪版了，然后说这个人只在纸出现，你信不信会有人生气？我决定带六只海地鼠对战奇数，那个沙发吗？一个女生坐在那边，后面六只地鼠，我就是以前发生过这种事，彩豆、克拉拉都爱键版，然后我玩盾，我去。靠背有点像纸板的，有可能啊，因为他穿的很现代跟未来科技，猪板不是都走部落风格吗？这就是你们常说的萌豚的感觉吗？如果要再出一只 VT 跟他打，
那就得出那种舞娘风格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他是紫限定，不至于吧？没那么白痴吧？啊，可是这里的读取画面怎么是紫色的？猜测而已，我只是在猜测，一切都是猜测。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会这样子做，不要自己吓死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他在哪个版我就跳哪个版。我看不到猪的要素欸，我看不到橘色，越看越紫啊！我看画面好紫啊！反正我是玩紫啊，我只是替玩猪的人。没，我懂了。现在玩猪的人，赶快去你附近的电玩店改成双版本，你这样就两个都玩得到了。总之先双版本。已经播放这个片段35分钟了，干，真的耶，真的耶，真的耶，好可怕哦！我真实体验到，有些人不是会说真无聊，这个影片我已经看半小时了，干，真的耶，这个就是真无聊，这个影片我已经看半小时的那种感觉吗？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，今天到此为止哦。我觉得这个情报虽然他妈什么都没说，真的很香，我们期待啦。如果官方有图集直播，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上，一起跟大家看好不好？没有任何情报解析，能解析什么？我婆两个字，啪，然后就没了啊！宝可梦大师迟早会出大，宝可梦大师迟早会出大。我发现重点了，这没救了，不好意思了，未来的钱包啊 ，PTCG 跟宝可梦大师都已经摩拳擦掌了。哎，宝可梦中心估计明年我去的时候，全是他的商品。嘘，我要现在开始存石头了。你看现在才公布3个馆主，两个是香的，虽然一个是男的，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，但是已经有两个是香的嘞。坦白讲，我有一段时间还想说，干剑盾的人设这么屌，要怎么超过去？我觉得剑盾的无论是齐巴纳、丹蒂、露璃娜、彩豆什么的，哎、欸，都那么牛逼，到底要怎么超过去？真的是后生可畏啊！会不会只是个 VP 干？结果是牡丹哦、喔，不要吧，牡丹应该跟主线有关联，3个同学，一个厨师嘛，所以是美食猎人那一条线；一个是尼莫嘛，训练家要走向冠军的那条线；第三个牡丹，感觉就跟反派有什么关联。然后拜托不要是牡丹的 VP， 因为你们这样子会让我体验到喜欢的 V 中之人出现的那种崩溃感。我不要牡丹，因为某种原因不太到学校，因为在做 V。其实我刚刚也有一闪而过，但我不希望是这样。而且牡丹跟他的头发都是双色的，我在告诉我自己不要这样想，他就是他，好不好？今天我觉得我们直播非常成功，非常愉快啊！认识了一个新婆，未来的霸权。未来的 PTCG 台柱，未来宝可梦大师月营销担当，